OK， 那现在呢，我要做的就是我们的 BioC Plus 这个示范哦。像大家知道我们的 BioC Plus 是来做什么的呢？其实 BioC 呢，它能够抗氧化我们的这个身体，然后可以让我们的免疫力系统提高，不容易生病。或者是你有时候你 feel 到你的喉咙痒痒，感觉你自己要感冒了，就赶快含一颗这个 BioC 哦。OK， 这样子这个示范也很简单，我们只是一个杯，我们导入清水在里面，然后呢。我刚才讲了嘛，白油漆是很高的这个抗氧化剂嘛 ，OK， 像我现在呢，先用这个黄药水 iodine， 我们先，如果这杯水当中是我们的身体的话，我们就先让它氧化 ，OK， 怎么样讲呢？其实就好像我们熬夜啊，我们压力啊，我们吃的食物啊，会让到我们的身体被氧化 ，OK， 氧化过后呢，就会变成这样子啦 ，OK， 这样子呢，接下来呢，我会加入这个，就是我们的这个。Maggi 面啊，为什么要加这个呢？这是代表我们的器官，我们的 organ， OK， 跟我们的细胞。如果我们长期没有吃这个白油漆，没有去保护身体的话呢，会有什么效果？我们看一看哦。OK， 看到没有？我们的身体就会被氧化，就会变成黑色了。OK， 啊，这样如果今天呢，我们是有吃白油漆的话呢，会怎么样呢？啊，这是我们的白油漆，把它拿一粒出来，长这个样子的。OK。啊，我们的新的白油漆呢是长型的，然后它有八个小时的 time release， 就是它在八个小时里面呢，它会慢慢让身体吸收掉，所以它是 100% 吸收的。OK， 然后我就把它磨碎，用磨粉器把它磨碎。OK， 然后呢，我就把它导入我们这个被氧化的。身体里头 ，OK， 好，那你看啊，如果我们是有一个有吃白油漆的人，啊，看到没有，我们身体、我们的 organ、我们的细胞就会很高的得到这个抗氧还原哦 ，OK， 所以如果我们身体就是如果生病的话呢，我们吃白油漆就可以提升我们的免疫力、我们的抵抗力 ，OK， 我们可以看看哦，刚刚放进去的每一面已经白回来了。OK， 所以这是我们白油漆的示范。